是不是有希望？我们两个内伤已经结束，而且血路也打开了。有这种事情，我真陪你心受看错呢。错不了啊！你看，杜万良已经将体内污秽吐出，表示这在体内内伤已经结束。另外，一筋脉跳动正常，这就是血路循环流畅。照我前辈所言，方才这名自称血路人的人，是要来解救杜万良。血路人，没听过。为啥样有办法打开杜万良身上的血路？除非伊甲杜万良有血亲的牵连，或者是无法血气相连，替杜万良疗伤啊！血路人到底是谁呢？罢了，青青，你赶紧将符告内中，让他安心养伤，连外久杜万良的伤痕就可以痊愈。我明白。血路人到底甲杜万良有甚么关系？这件代志我必须调查。渐渐由初段蜕变进入中段蜕变的支配力，完全相遇复原，随时随地有可能遭受武林的狼杀害。就在支配力不断的后面，段成树、阮书生、阴阳界应文辉、铁皮匠杨步雄、苏修玲、孙锡佩。谁是陪谁是陪谁是陪西中在击退的奥运谁是陪陪谁是不是生在前不是生在后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击退了生死一步万天无神，万地无人，唯我独尊，红山龙人，唯尽红山八百里，无人敢还哦。嗯，阵阵的寒气不禁，后面是前辈飘香师告慰哦。圣修无疆，圣圣修。红山龙人听讲，即刻下山，结果几匹力的性命。来人呐！保出红山，丢掉金太爷的后代。
红山龙人一步一步接近死亡界线路。红山龙人变成土老人，行行行，哦，人中黑水花飞至高位了，生气溜溜，嘿，这就是内人心中真理想，嘿。这个金瓶的风是咱真可怜。我真想要甲干将，但是万一以后若是变成梦中人，这个罪过拢是我的。放弃啦，兄弟，看见命运啦，会我一度我，咱也会死嘛多爽。我白话，这两口是什么东西啊？我未输阎罗王身边那两个乌白女巫像。吼、哦，杨贵万幸福兵，让你爹母回沙沙叫。这温大红是要来领金片龙去地方的款。啊，我想到啊，金片龙吼，我也是温氏的啦。迄江面有一个大烟公，啊哈。金片龙一步一步接近了大烟公的入口。就在出席，飞流七水旋转在空中，正当机片的接近大烟宫，飞流七到位击碎大招，大招一路踢出了大烟宫的骨口路。消息无踪，我是鹰教再度出现。快！哦，你乌白女巫熊嘛，无快。每只金片那个辛苦啊，一家老就不唔带啥物件，扛一扛。哈、哦、哈，吹变改换啦，基本都是吹变改换的背景。嘿嘿，真理想，要话我基本哦，可懂啊？我今天是那是内行吹变改换。我就是天南无敌，一欺骗的是第五代梦中人。我金根仙就是第六代梦中人。难怪我对我家己吼真怀疑呢。我这种卡笑，搞法都练起来，啊，啥啥物啊？反正这是天下之宝呢。这蜕变大法是天下之宝，绝对袂使在红尘啊！赶紧来修炼，修炼。我给你算的，到你，到你，到你！像你捡到的物件啦，我，但是你看到鬼，我是捡到啥物件啊？万能人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王财这个极品了，有一部分在什么秘籍，压在地面，叫你捡到。哦，你是在讲极品了难玩？不你人家也不能好的你妈妈老鹰为啥用不老鹰也不能卫星状你干嘛老鹰卫星状不算一定是不敢卫星状啊我绝对没骗你啦
看啊，你敢现出来上，那我两人只好动手动枪的，快回啊！无每行来到这吼，一定死的。那两个妖女那是追到位，我一定去用锐死。哎呦！哈哈你搁找我看麦？老兄弟也麦啦，环境都无好待吼。你勿听人来讲，君子是动口，好话是动鸟。那不是人呢，那不是精神呢，有啥代志都好话讲。对不起，叫你怕死，你心说明了就是这边的。麦啦吼，我没穿帽呢，要我没生囝，没穿袖带，那恁死吼是咱真可怜，安尼真可恨。你那无想要死，真简单啦，乖乖将你心说明了献出。天后人啊，天后人啊，是什么人在这个所在吵吵闹闹？妖人清清。哦，你听我话呢，有人在打抱不平啊！什么？出来送信。金虎转的。小娃娃。你敢骂我？那我不信。你敢骂我？什么呀？要我骂你一定，要骂你一定。你到底是何的怪人啊？见怪就不怪，我这是元始翁。万年洞？什么元始翁万年洞？爱观音书，你是主头可嫁？没啦，没啦。你两个好混，两个皮肤机，快开呀！相冲，去出动地方，多谢哈，多谢你那些，多谢你这个老阿伯来解围。不孝睡下，以后那是用机会吼，我来报答你的恩情啦，好，我要来听吼。干的，我你两个是有啥代志？将你心上的物件留了，我心中留啥物件？对呗。台湾的布告吗？你怎么那在台湾辛苦推遍台湾的布告？这就是所谓会干透析，买啦！好、哦，你这嘛是没路用。那我两个只好动手咯。哎呦，买啦买啦，好，好你啦好你啦，我人好上爱好相上，因为上爱听话，好你好你。我真是对面大话不笑，你可以离开了。总有一天，我一定来讨回。你干嘛急呢？你讲什么？没啦。都有关系哦。
咱一只苏西王得到蜕变重生的秘籍，现在已经在咱的手中。万人中，咱的愿望终将达成了。是啊，我已经能够气笑欢怒，也能够气怒欢笑，但是却无法恢复到本来的面容。今天有蜕变大法的秘籍，那么成功无困难啊。是，你到洞来认真研究蜕变大法。听吧。在我的笔记在哪里？现在对我真开心的读书笔记，现在要在沟通出现两名贵人，一名叫做关西红，怒然动音，要一个叫做满人龙，怒然动音。林良人中了心脾绝交，声音变了。那秘籍可能在两人的手中。是啦是啦，表示啊，希望你替我两人做个面子啊！什么？英雄一回回回去。天回合的实际标准点开始移动，已经对上飘零西路。飞轮机动回了九翁的红鸾，九翁太阳神的飞轮机立即吹了红鸾。哦，金蝉音呢？那今天是车蹦车，人呀！你会激情吗？英雄开回合，十字标准镜开始移动。飘扬机躲过了黑飞火金钟的攻击，现在注视着黑飞火的行踪。这回合的种族亲戚有金鸡精，但是已经被我的全心灵加气象，要我命必定天还难了。
刘坤，这刚是小主人，小主人啊是我了，小主人啊，你的座位啊，我替你进库，小主人啊，等我了，小主人啊。电路这回红尊尊魂飘飘脸香香雾蒙蒙，造成了特旦不肖的畸形儿，也令我的生下也真幸运，无受到彼个文的危害啦。我想彼个文有一天一定会消灭，特旦会恢复平静。是啦，彼个文一定会消灭啦。忠顺你啊！咱就要时时刻刻提防飞轮机这般的飞毒，不再来找麻烦。万载啦，万载啦！安尼好，准备吹车启程。准备。小主人啊，你的周围我全力护航。